没有没关系，你还年轻，时间还很多。那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，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？是那种像电影明星一样高高帅帅的，还是像你潘长江哥哥那样浓缩式精华，特别可爱的？是未来他的性格，不是说高啊是矮啊是帅不帅，他的性格热情像这样子哥哥，我愿意。找一个像潘长江哥哥这样的老公。潘长江老师，既然玛利亚说将来的择偶标准就按照您这样找了，你还不跟玛利亚合唱一首歌曲吗？他又整我这里了，唱过河吗？你看玛利亚穿得像新娘一样，我们不如唱一个夫妻双双把家还怎么样？这个吧，我过去吧。玛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，非常非常单纯，非常非常真诚的一个女孩。如果你们谁娶了玛利亚做媳妇儿，你真的是三生有幸。你说到这儿人家又会不好意思了。她没有不好，她脸红的看不出来。所以呢选择跟玛利亚唱一首，对，我跟我妹妹唱一首夫妻双双把家还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。秋山的鸟儿前说退，碧水青山带笑颜，从今再不送啊诺一个，夫妻双双把家还。应该你站着，我应该你站着，我蹲着，完结果我到那一转着，他比我蹲的还快呢。模仿中国的做法，这个是一个缘分的哥哥，这个是真的是美美的，因为我不。